十人家庭戏剧收视亮眼，举办了粉丝见面会，主要演员杨丽英、郭子乾、曹佑宁、黄冠智都出席跟粉丝们玩游戏互动，现场气氛非常的欢乐。那么黄冠智呢也宣布了结婚喜讯，演员们也希望借由他的喜气，期待戏剧可以角逐今年的金钟奖。黄丽一家人上台了，上台了。和台下粉丝热情打招呼，职人家庭台剧主要演员杨丽英、郭子乾、曹佑宁、黄冠智剧中饰演一家人，一起走出荧幕，举办粉丝见面会。等计程车，蓝计程，蓝公车。所以说，在你的印象里面，其实杨丽英都是在坐公车的嘛。比手画脚，每个人都展现出精湛演技，让现场粉丝抢答猜一猜。除了能获得周边商品，答对最多题的忠实观众还能一次跟四位演员一起自拍。现场气氛超欢乐，戏剧也创造了许多金句。我的金句应该就是那一句啊，就是说“列宁先起挂列宁”，所以你要对你的人生负责。戏剧播出后收视成绩亮眼，随着剧情即将进入尾声，以后大红大紫的时候记得请我们吃饭啊，对还要签名照嘿。在跟他们合作的当中，真的会得到很多灵感或者是养分。我今生天好，然后他现在传播简啊嘛，火火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戏就要托他的福了。戏外，黄冠智刚宣布结婚喜讯，演员们也希望能沾沾喜气，让这出戏有望角逐今年金钟奖。他们也向观众喊话，如果影迷们成功敲碗第二季，四位主演也会原班人马出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